我们先来看这台哦 ，Canon EOS Keys 哦，那这台的话，它原厂镜头是哦55-200啊，55-200啊，那镜头状态还不错，可以看一下啊，哦，镜头状态还不错啊，好，那它用的这个电池哦是 CR123A 的哦，我们刚刚已经先放两颗进去哈，先放两颗进去哈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那这个哦，你要把它打开哈，我在这边哈，把它转了哈，这样子转都是正常的哈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，那它这个快门正常的哈。哦，现在是这个，计时的哈，我们把它处理掉哈。好，这快门正常哈，可以听到哈，快门正常哈。好，来看一下哈，它这个机身啊，后方啊，都有一些使用痕迹了哈。那当然，大家我们也都有拍照了哈，我们拍照哈，现在实际上看一下哦 ，OK 哈。好，那来看看底片式，底片式的话就还 OK 哈，海绵啊这些都是好的哈，底片式的部分哈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这个Canon EOS Keys 的这个视频哈，谢谢。